台湾民政府正式成立，美军马上要入来，麦基女王政府马上要结束，这是按照国际法执行的命令，请全体台湾人民冷静合作，三甲打拼。政府再回来，台湾民政府正式成立，美军马上要入来，麦基女王政府马上要结束，这是按照国际法执行的命令，请全体台湾人民冷静合作，三甲打拼。